因为原本这两张专辑就是编制比较小，那我们这次因为人比较多，所以在声响上面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做什么调配。那我自己的想象是，我把所有的歌先听完了以后，那我可能会借由歌词或者是曲风，然后去搭配看是使用什么乐器。比如说我觉得它可能需要比较温暖的音色，我可能就会使用比较低音的唢呐或者是加键的唢呐。因为我们这次还有邀请平安龙老师，他所使用乐器是冲绳三线。我自己的想象是，因为三线跟笛子的音色其实蛮合的，所以我这次的曲目里面也蛮多使用笛子这样子。我们这次种树与野生的演唱会，12月1号在美浓，然后12月6号在台北 Lexi， 欢迎大家来。